对呀，这挣钱了就是大红蓝天工程，营销宝殿，营销宝。建教的登高这么长，哦，那么四五丈，会不会40-50尺高啊？哦，这么大，足足要让大货柜车载，但拖板车大的拖板车，你不能碰呢。郑天旺是蔡关的楼主诞生地，兴建的纪念品，有供奉蔡关的楼主。关公路小城，我们工业革命，王炳群老师教授说那是荷兰人，是吧？荷兰人，嗯，王炳群。